现在收看的是三七频道东风电视台。今天有一位天王巨星来到了摄影棚，他是影帝，他是永远的天王，但是今天我们要用音乐人的身份访问他，他是刘德华，欢迎你刘大哥。谢谢啊，大家都知道你是我的偶像，然后所以今天要访问你很紧张，那就是先欢迎你到台北来，然后也恭喜你这次出了新的专辑。先跟你说不好意思，第一天就跟你那当你的偶像第一天就要你等这样。没有，应该的，应该的，我没有等。谢谢你。不过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你事情很多，因为你不只要做电影，你要拍很多新的电影，或者投资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再忙都要做音乐，你从来都没有 miss 掉音乐的事情。音乐它是一种。怎么说，就是你可以常常带着它，然后就算是没有那个歌词，或者是你没有带那个，你还可以唱，所以这种是跟你那个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然后如果你有话要跟你的朋友说啊，或者怎么样，你真的可以唱完，然后他就永远好像是围绕在他身边，他不会跑掉。如果真的打动他的话，那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比较奇怪的。然后我觉得你都会用，可能你用专辑也跟喜欢你的人传达一些对你想说的话。所以选歌呢，你都怎么选？选是你自己听，然后你喜欢你才都有。很多人都会给我，就比如说我们先讨论，就是到底我们这一次要唱什么，要什么题材，然后如果这种题材有一种音乐比较接近的话，那我们就会先选那些。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说要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歌，然后我们就是一些舞曲，就是跳舞的，然后我们就听很多韩国啊，就是一个美国来的，然后我们可能日本啊，我们本土的那些就跟他们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就会在那方面去选择一些素材，所以很难讲，不一定是我听，不一定是我选，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让就是专业的其他帮你做音乐的人帮你筛选歌曲，他们做比较多，但是我知道词你就很有想法，而且其实你写过很多词，但我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有很多歌是你写的。你做了100多首的词的曲子，我也不知道，我有帮你算，有100多首，将近快200首的歌。然后你以前唱，就是大家都记得你是我的传说，也是你写的词。那个是我第一首写的歌，对，你第一首写的词。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它的？我是为了那个，应该是这边叫《追梦人》啊。对，那部片《追梦人》。天若有情。对对对。我是为那部电影写的一首歌，结果没有备用，没有放在那个电影里。所以这本来这个词是为那个电影写的，那后来就用了王杰的那个歌。对对，所以你就把它用在自己的国语专辑里面。已经写了，已经录了，但是到最后没有备用，没有备用到，就变成我的第一张唱片的，就是我第一首写的歌，就是用自己写的歌。而且那个字还是我写的，这是不是如果你是我的传说，那个都是我写的。然后那个 MV 也是我自己拍的。真的？对，都没有人知道。哎，对，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就是你拍的 MV。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多注意力在你就是很棒的成就啊，然后歌很好听，都忘记其实有很多那种就是你写词或者你拍 MV， 就是大家都会讨论你，然后就忘记那个部分。没关系啊，我觉得因为是整体的嘛，就是他喜欢这个歌，然后喜欢我唱，他喜欢的词，对，那可能他都整体上面喜欢，那其实没其他人写没有关系，大家都算在我，都放在我身上，就是我受，怎么说，我好处都在我那边。所以你这次也写了很多的歌词，写词对你来讲是很轻松的事情，很快就可以写一首曲的词吗？
看看有没有题材。国语的会比较好。他们有很多乐融啊，乐融，然后安修啊，还有以前的那个我秋离啊，他们都送了很多写歌的东西给我，给你看，对，参考，对，然后而且那个韵啊，还有很多押韵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天书，他们都送我，我写歌都会放在那。所以一边看三有什么押韵可以一起配这样子。所以如果在这张专辑里面，你觉得你自己最喜欢的词，你自己写的是哪一篇？最我这一次我喜欢的有那个一块钱。一块钱。对，一块钱是有一些功夫皇帝。功夫皇帝，对，李连杰他说，不知道你会不会帮我写一个广告歌？我说广告歌就不要了，我写一首慈善的，然后让你可以播就可以。因为它本身有主题曲，他们有自己的那个。然后我就想了很久，我不希望它是一种很惨啊，很就是哦，都捐钱啊，那种那个，那我就往一块钱，就是其实一块钱很多人就这样，可能搁在那里，你都忘了。可能都忘了，你在家里可能很多地方找到一块钱。对，那就是你把那一块钱集中起来，其实每个人一块钱的话，这个世界就有13，就是有60几亿的钱。表示一块钱积少成多，也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当时这个歌是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写完，还是这个很快，很快就写完，就是有目标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我是一只牛，就写了很久。为什么？为什么写很久？那个是因为没有目标，我之前写了很多，我写了我是个皇帝，我是个皇帝，你是个什么皇帝？皇帝，那是不是那个音很奇怪？我是个皇帝，那不知道是对。还有我是个什么？我是个艺人，帅哥，不是我是个艺人，艺人对，想了很多，艺人听起来怪怪的，对啊，就是因为我是从艺人跟凡人那个，是他好像一个凡人歌的那种。的感觉，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写出来都没有一个重点，就好像这个歌它也讲到凡人也没有，也讲到艺人也没有，一直我是一个皇�帝，然后我后宫有3000佳丽，这老是找来找去找不到我要的那个你，这样就是那种怪怪的那种。后来多久才想到牛？后来就是跟他们想了，就是想了整个唱片的那个方向，就是本来是刘德华的异想世界，那后来想一想，因为我们希望是一个童话一点点的，那所以用一个动物会比较好，那代表我自己的，如果我自己想的话，我就想到牛，因为我属牛，然后很多人会就觉得我很勤奋，然后做很多事情，那所以我就用了一只牛，那一只牛既然有那个目标了，那就回去写我是一只牛，那个。确定了那个点，那就很快出来。所以如果是异想世界发想出来，表示你平常真的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幻想或想法吗？我看你在那个华仔天地网站上常常都会幻想一些好玩的事上去跟你的fans 分享。你平常还会幻想一些什么东西？你幻想过最夸张的事是什么？除了皇帝有后宫3000佳丽，其实有时候会想一想，这有一个真的，我真的现在刚刚才知道，这刚刚才知道，我梦想是我参加奥运，梦想，哪一个项目？我不管，不管，只要我是参加曾经去比赛就好了，去年就是大概有一年多，就是十八个月以前，真的因为。他希望就是内地，他希望很多很多人他们参与那个奥运，对，然后那个叫什么舵手，那个就是有船后面的那个叫什么舵手，就是舵手，对对对，原来他经过2年的训练，大概训练就可以了，就可以划那个当舵手，所以那个不是那么重要，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一定要有，因为到他们比赛都是往前嘛，你就可以。所以这个梦想有可能会实现。对啊，我前上个月才知道他们已经选了，来不及了。没关系，因为你的奥运歌曲有可能可以
那个没有，就是你真的去参加，你真的可以奥运开始的时候，你拿着那个就跟着那个运动员进去，那个是完全不一样，很过瘾啊！对啊，对啊，对。不过这次有拍新歌 MV， 里面也有就是这个参上奥运运动员，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你的异想世界，看看你的新歌。你让我忍不住不停的思念你，倾听我吹着牧笛，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的心，也许会为我哭泣。我一切都童话的情节，一个肩一对对，一束玫瑰，一次我难忘的约会，一整夜一座杯，一种香味，一场情感如你，等待有人珍惜我的一切着急，都是因为你。I'm your superman， 是你的超人。I'm your superman， 说心有毒，该不该早一点结束？最后我喜欢唱，看他睡觉的样子，不要走到有一种被信任的感觉。为爱而哭。是错误，痛的领悟，只要向前冲，告诉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 Everyone is number one， 只要你凡事不问能不能，用一口气交换你一生，要迎接未来不必等。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肯不肯，用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每个人。我觉得刘德华的 MV 有一个指标性，就是我记得以前你的 MV 都会有选女主角，然后那个女主角跟你拍完以后就会很受到瞩目，哎，至少就是你的 fans 都会一直就是想知道那女生是谁啊。现在还是要长头发的吗？我有没有我的 MV 是没有，有，你有短头发的，有，哎，有，谢谢你的爱，对，你有短头发，谢谢你的爱是陈奕迅的。太太拍的，哦，很性感，哦，那个啊，所以你现在喜欢短头发的？不是不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可以，因为他真的是在市场上面有一点很特别，嗯，那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真的不错，真的吗？后来就签了，他是我们公司的艺人，真的。那怎么样才可以当你 MV 的女主角？我也不知道，就是导演选的，对对对。那你有没有就是自己？听说你最近也。当女主角，对，我看到新闻，对对对，好好玩哦，拍 MV 啊，是吗？嗯，你下次做我的很辛苦哦。嗯，我也觉得蛮辛苦，没关系，我不怕苦的。可以啊，可以啊，有机会可以。真的吗？因为我就一直在为你留长头发。不瞒你说呢，其实全亚洲有很多的这个女生啊，都是遵从着就是你的。你喜欢的女生一直在把自己培养长大的。没有，因为我觉得女生都喜欢这样，所以我就用这个。是吗？对啊，长头发有哪一个女生不喜欢？就是每个人每个长头发每个女孩子她都喜欢长头发，只是她长头发的时候可能，或者是那个质感，就是那个 quality 不好啊，发质不好而已，这样是不是？那你现在如果再让你说你真正喜欢的女生，还是长头发？是真的要长头发？真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样子？都可以啊，其实都可以。要白吗？肤色喜欢就是？不一定。不一定，可以黑黑的，那种很黑的也可以。就是运动型也无所谓。好，那你比较喜欢那种温柔一点、话比较少的，还是就是活泼外向，像那种小 S 那种？我比较喜欢，静一点，温柔婉约一点这样。哦，也不用就是
只是不要太多话就好。不要太多话。嗯，就你平常是一个多话的人吗？私底下也没有，会哦，就是蛮多道理的，就是在公司上面上上下下都很怕，只要我一开始跟他讲话，他们就真的吗？很烦。你知道，其实我都会遇见，比如你身边的工作人员啊，或者是像我们公司的玉如，他以前也有带过你，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聊说，就是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刘德华是，大家都觉得你是那种完美的，永远都是在最佳状态里头，就是包括你连休息在吃面的时候啊，你知道我跟柯有伦拍戏啊，就是那个黑哥的儿子，然后他就说，他演我吗？对，他演你了，很好玩了。他说吃面的时候，大家就是哦，好不容易放工吃面都会这样吃，很累，对不对？他说，可是刘德华吃面就是这样，面来了他就是这样，就是还是会很帅。对不起，我模仿的不像，我应该掉袋子出来给你看。就是连吃面的时候都是好精神这样子，嗯，就永远都不会有那种很累啊，或是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谢谢这些所有的在我身边的朋友啊，他们不管我怎样，都觉得我很你很帅。他就我其实可能我吃面是这样，他就哦，这很帅很帅。没有这没有，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有这些人帮我找这个 image， 慢慢的，真的推出去，我觉得真的很好。对，每个人都说哇，他很完美啊，是做什么事情都帅，都没有看到他有任何不好看的一面，这样也不会生气，都没有人看过你生气。没有吗？有，应该公司上上下下，你看我一出，大家就闪开了，想到这个就闪开了。真的吗？那你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你会生气？我是乱生做事，很奇怪，我不知道，可能很小的事情我就生气，是可能很大的一件事情我都不会。例如小的，我跟不是跟你说我吃了那个巴拉巴拉，对啊。然后下车我就哎拿牙签给我，我看看我有没有对有没有绿绿的那种，没一没有我就会这怎么搞？那现在要这样子不算生气啦？哦，不算了。对，这样不算。什么怎么样？因为你刚刚是怎么搞这样子工作人员？好，下次记得带，都不会。那个是男的，我就穿他来的。嘿嘿嘿，这样不行了。对，真的吗？对啊。我就觉得你永远都很帅，就是像你刚坐下来准备没有在干嘛的时候，就还是很帅。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最不好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不好看就是化了浓妆。浓妆？你有化过浓妆吗？有时候啊，有时候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比如说我们拍杂志的封面啊，那以前不是每个人都我很少带自己的那个化妆，然后就到他们那边，然后他们化的那个妆不知道为什么会化到眉毛啊粗粗的，就眼睛啊，然后这里就白白的，就是要盖那个盖黑眼圈，对啊，然后这边喉很厚的，一动到很会吓的，皱掉，对啊，那个我很怕，而且他们会擦口红啊，唇膏，对啊，为什么男生要这？我就不行，我就那种就，而且我很怕这里白，这跟这里颜色不一样，所以还是自然的时候最好看，对不对？其实刘德华真的一直保持着最佳的状态。今天我看到他，我还是觉得他很帅。像我妈妈小时候她就问我，因为我以前也有喜欢过楚留香啊。哦。然后她长大就说：“那我娃现在楚留香要叫你跟他结婚，你还要不要？”我就说不要。那我妈妈就说：“那刘德华呢？”我就说好。哎呦，好了，我们来看不会变的刘德华。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的 MV 画面。
兴奋的，还是很兴奋、就是、看到你看到一路下来的我啊，就是一段一段你看到不同的。嗯，其实我常常都在想说，要当刘德华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包括现在有很多，我相信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艺人，我觉得也把你当成是偶像，就要跟着你学习，要很有礼貌，要很敬业，然后要努力去做每一件事情，甚至也要努力不要传绯闻。我觉得不要传绯闻这件事情很难呢，你怎么做到的？就不说不讲就好了。不说不讲，可是会被拍到啊。你都没有被拍到。不要谈恋爱就不。真的吗？你这几年有没有偷偷约会还是谈恋爱？当然会有啊，就是跟女孩子的这个。那你都去哪里？怎么都不会被拍到？我爸现在不能说，我把地址就写给你哈，就是你有机会到香港，你就可以去那些地方，所以没事，我绝对 OK 的哈。台湾我就不知道了。可是你看那么多年呢，你从来都没有就是真的传过什么绯闻。以前大家写都写的比较正面一点点，比如说梅姐啊，梅姐写过啊，然后关之琳啊，大家都有讲啊，吴倩莲也说过，就是刚刚她去台湾去香港的时候都会有，但是大家都用一种比较正面的一个，比如说关之琳，她会，因为我以前开了一个发廊，然后我常常会。没事，我就会坐在那边。对，他会开车来，然后现在就是在我们法郎菜外面旁边就有一个喝咖啡的，我们就聊啊，就在坐在门口，就是靠门口的那个，因为旁边有人叫我，我就回去。真的，你真的有顾法郎顾得这么辛苦吗？对啊，对啊，对啊，真的，对啊。你有没有喜欢他？我觉得他很好，但是那个时候常常都会觉得他有男朋友。哦，对啊，所以就怕一比下去就。没机会一定抓到的，就不要乱发。你都有正，就是真正有正常生活，还是你有因为你当艺人的身份，你有放弃了很多事情没有做？我现在的生活是我自己喜欢的哦，太好了！我没有因为他们而改变。嗯，这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喜欢，我有时候真的不懂为什么，可能连民众就是普通的观众，对，在外面看到我也会保护我。嗯，可能因为这样。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你从外地回来，比如说我自己，我真的每一年都会到外地休假。嗯，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去，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让人知道。嗯，就是可能是我坐飞机，大家就看到，他打给狗仔队，就是打，因为他们赚的可能是500块这样，打电话去，哦，刘德华在那里，他们可以拿到500块。有些人是可以啊，就是我也不觉得，因为他们这样也是一种工作，没关系。但是对我来讲，可能比较少人会做这些。哇，太好了！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很多关心你或是喜欢你的人，一定也会很担心，说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么喜欢你，然后就是你这么有成就，然后害得你不能够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你到现在都还很，你都还好还好，就好像成品嘛，你说我要去，那到现在没有一个机会去逛，对，对啊，然后也会因为他说可以关啊，我关起来给你逛，我说这样你大家都会有压力，你不知道媒体怎么写，会被骂，说特别封店给你逛，他有就是要大家特权，对啊对啊，所以。好好好，没关系。我说只要你每一个月你给前面新的上榜的那些书给我，这个也不错 ，good deal。不过在娱乐圈这么多年啊，其实有很多的过程，我们也来看看以前在台北上节目的状况，好吧？刘德华。不是啊，好，你放，我放什么？放进去，我。我放，再放，你要放松一点的，我放。好，
我把它放进去。啊，嗯，哎，好不好？看你的。啊，来，好，来来，好，嗯嗯，好，你要找出四个 S 出来是吧？对。好，嗯，哎哎，哎呦，一个，啊，一个，哎呀，哎，一个 S。两个，哎呦，这个这个，哎呀，要哎呦，好，哎呦，哇，哇，太赞了，好，最后一张，哎，哇，厉不厉害？让我相信。那我们来说，哎呦，好难，我没有让你向他求婚，我只是说请你赞美他。我赞美他是啊，这样子啊，肖小姐非常好，肖小姐好，非常好，不要脸，好不要脸，你也好，不错，你身材很好，样子也不错，只是多了几颗而已，但是你性格好，对不对？哦，外就是外形。对你内心的东西没有影响，虽然你很有气质，但是我犯错，可是我很温柔，对啊，对，你就是那个。哎呦，那个后面的那个更厉害啊！谭咏麟原来在后面哦，后面那个是谭咏麟哎，哇，很好玩哎，变魔术！我没想到那么多年前已经开始，我真的觉得你影响好多人哦，你做的事情就是大家现在都就是一直都要跟着做，才有那种帅气的感觉，就是要帅就要变魔术。嗯，你可以，你今天可以变一个给我看。什么什么？大家在笑什么？对啊，我也在笑啊。那我不会为，我不会勾起一些不好的回忆。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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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你知道哦？哎呀，就是要被魔术害的啦。哎呀，真的，那你变一个。我把你变回来。好，变回来。魔术时间 ，Joker 不要。对啊，我怕这个，都在那。哎，这个奇怪哦，为什么？哎，差一支 King 哦。哎，你有在检查对不对？对不起啊，少给你一支。嗯，那个，他刚才不是那个变出四个。对。S。啊，那个。那个。好 ，S 跳出来。对，那个。好。第一个在这里，好。第二个在这里，嗯。第三个在这里，嗯。第四个在这里，好。好，嗯。那这里就是四个不同的 A 在这边，对不对？那我们就是不要管它。好。哎呀，这个，洗牌，OK。哎呦，那就只要这样，不可能，不可能，真的耶，怎么会这样子？我可以把你骗回来了吗？可以了，请帮我变正常，谢谢。哇，好厉害哦！再一个，再一个，你要看哪什么？都好，对，好，都好，好幸福哦。在变，变魔术好好玩哦！真的吗？真的。可是只能溜的话变哦。哎，那个，哎，你洗一洗了。好，我洗，我来洗，对，我来洗，以示公平。嗯。那我洗牌的时候，你要跟格姐聊一下吗？格姐平常录影都不会来的，只有你来的时候。对啊。因为我们是这一代的朋友。等一下，谭咏麟他们也来。好，洗好了。洗好了。嗯。那应该是你洗过就很乱。对，非常乱。对。那我们慢慢慢慢把它顺一下哈。好。
不会吧？那我们随便就是一直乱这样，嗯。那有没有看过其他人表演啊？就是魔术。魔术、哦。对，除了我跟啊以外，有没有？有没有？很像很少，很少。我就是没有看过人家变魔术，所以别人变我就觉得很新奇。啊、就是刚才不是从很乱，就是、本来反区很乱，对。對啊就你看，你看着这里，他就会回来，没有乱。不可能。然后你再看，他刚才是不是你洗过了？对，洗过了哈。那慢慢看，他会分开黑的红。不可能。好，谢谢。抖散。哇哦，好厉害哦！你都变魔术给谁看啊？我是为了有一次我去，就是不是公开的一些小型的一些探访，嗯，然后那些智障啊，然后那有一个他跟我们一起去的表演的那个魔术师，嗯，然后就表演给他们看，他们很开心，很奇特的，嗯，然后开始教他怎么样玩一点点简单的，然后他慢慢就是在整个身体的那个 coordination 有一点进步，啊哈，哦，那我就开始学，每一次，那有时候过年啊，我去老人院，嗯，然后你就给他红包，他们不会觉得怎样，对，但是你就问他拿十块钱，拿十块钱，你就变。变一下下变回来，然后变成一百块，他就觉得他自己十块变成100块，然后就给他，他就觉得自己的，他本来就自己的，他不用谢谢谁。嗯，我就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就开始学。真的。对。所以魔术是这样子，为了拉近跟他们的距离，对对，或者是让他们可以开心一点。对啊，好玩的。哇，真好，刘涛变魔术，棒啊！好，那其实好不容易华仔来到台北啊，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有很多不一样的问题想问你，我们也看看台北喜欢你的朋友，他们有什么事情要跟华仔说。我想问刘德华，你想进军好莱坞吗？如果你今天不是刘德华，你想变成谁？华仔，因为你看起来永远都这么的年轻啊。那想问你说，你自己本身在保养上面有没有什么小秘方？请问华仔会自己想拍电影或是当导演吗？请问刘德华坐飞机时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华仔，你会来台湾看演唱会吗？华仔，你会一直待在演艺圈吗？还是你有别的计划？刘德华，我超喜欢你的，请问一下，你会想要生小孩吗？希望有个小华仔出现吗？我想请问刘德华，就是你做刘德华最痛苦跟最快乐的事是什么？刘德华，你平常这么忙，做什么事情最能让你放松呢？刘德华，请问一下，你成功赚钱的秘诀在哪里？请问刘德华没有演那么多戏啊？然后有没有假戏真做过？那个小孩子，刘德华，你知道你成功的秘诀是怎么样？对，问的没那么用心，一定失败。一心只想着钱，这样子。好，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对刘德华提出的问题。请问华仔会很想赶快结婚，生一个小瓦宅吗？我没有想过这个，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真的吗？你不会想要自己的？想有小华仔，但是没有想过，没有想过要结婚，对，嗯，想要会有一个小华仔。你有没有帮你小孩子想过名字？没有，没有。他叫什么？叫做很难的，刘鼻涕。我们公司。刚刚有一个结婚，然后刚刚有怀孕，他姓唐，然后他改了叫糖果，这小就直接叫糖果，因为他女儿就他姓唐，没有，对啊，嗯，那就糖果，然后他叫 Candy 就可以了，就英文中文都出来，所以流鼻涕是成立的，如果是往这个方向想的话，也可以，真的可以，叫 Sniff。你有一个小孩啊，其实这次你的 Andogs。
因为你是 Andy， 然后这个是一只小牛，小牛，所以是 ox， 所以是 andox。那如果是你自己生小 baby 的话，你会希望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有想过吗？都可以啊，都可以，都可以。那你想生几个小孩？有想过吗？我以前想过，现在不知道。现在以前四个，以前想要四个，那么多啊？对啊，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哇，所以你是喜欢小孩子的？喜欢喜欢。嗯，所以你有耐性带他们？不知道，真的不懂，不晓得，但是喜欢。嗯哼，好啦，我们来看下一题。做刘德华最快乐跟最痛苦的是什么事呢？是快乐，可能因为真的是刘德华，然后我可以在这个演艺圈做刘德华他想做的，不用改变的一个刘德华，我觉得这个是最快乐。嗯，我喜欢当偶像，然后演戏演了100部，然后喜欢就是演一些有内涵的角色哦。但我过了40岁哦，大家就都接受我，怎么演都可以，那很好，那是快乐的。嗯，那痛苦可能就是只有一样，就是跟家人的时间不多，然后跟朋友的时间不多，所以有时候会 miss 了一些朋友的一个，像梅姐啊，真的没时间去陪她，然后就是爸爸妈妈病的时候，可能又真的不能很快的很直接的就可以给他们的一些关怀，就家庭的生活，这是比较万幸的，对对不对？好，然后还有很多人想问你，做什么的时候会让你最放松呢？我是喜欢洗澡的人。洗澡？对啊，很好。哦，那就是用泡的还是 shower 还是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这样子。对，我觉得就是洗立即，我会站在那边淋很久，也没想事情，也淋很久，然后或者是泡着，然后就是躺在那里，然后就玩那个速读。真的？对啊，玩到整个书都湿掉了。哦，很好的画面，很好。好，哎，平常保养的小秘方，这个有很多男生都在问说刘德华怎么保养的，哎，你有吗？没有很特别，那还在家是不会，除了一个基本的，就是洗完澡啊会擦一下。那如果泡的时候会用一些油啊。这个是很简单，都完全敷脸会敷吗？在家不会，在家不会敷，不会。那就是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明天要拍广告，然后今天就会被公司的人拖去，然后做一个面膜。平常有什么挤粉刺之类的这些？一洗的时候就会搓一搓，是，就会就可以了。然后因为其他的地方都没怎么样，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对鼻子旁边，然后你就拿一点，就是那个肥，就是那些洗的那些叫洗面乳，对，就弄多搓一下，就这样，对啊。那为什么皮都不会皱的嘞？我皱啊，没有不皱。这个是，我觉得差不多。现在都，我们现在生活的人都大概都很像，就有一些比我年纪大的，他们还是保养得非常好。很多人现在50岁，你看不出来。那倒是真的，不过我觉得你有运动有差哦。运动一定会有，那多喝水。水，然后多运动，然后不要以为喝水会水肿，不会，不会，好，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华仔会想要自己当导演拍电影吗？我想，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你觉得到什么时候你才真正准备好要当导演？我一直都在想，因为你会想。我拍出来跟那个我能拍到像杜琪峰这样没什么，就杜琪峰拍就可以了。我能拍到就是 Spielberg 的那个，我就有 Spielberg 在拍嘛，我可不可以拍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比如说那个什么 Sunshine 啊， External Sunshine， Internal Sunshine， Internal Sunshine， 金凯瑞演的那个，那个好，那个厉害，那个是我最近看最好看的电影。是，如果能拍一部这个，我就觉得应该去拍。那
真的很像你，就是很有想象空间，很幻想，很幻想的感觉。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部。所以其实你在找很新的题材，你不希望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对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当导演，我们做好我们演员的，真的人家可以拍很多好的电影。期待看到你的电影哦。好，我们再来看看当老板成功赚钱的秘诀。刚刚那个男生很不认真的问你，你问错人了，我都亏的。是吗？对啊，最近有赚了啦。有啊，你投资那么多年就那你有没有赚那么一丝一点点干嘛？那你有没有就是想到为什么会亏钱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在那个是你在市场能拿到多少，跟你的付出那个是要 balance， 不然的话我们现在是为了80分出去你就可以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可以到85分，但是多花了500万，那这500万你85分在外面跟80分在外面是没有分别的，拿回来的钱是没有分别的。那以前常常会有这一种出现。不过我觉得还是要认真保持那个热忱也很重要，就是为什么你是刘德华的原因。所以问问题的你要认真一点才有钱赚。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会不会到台湾开演唱会啊？有啊，会准备。跟老板谈，跟老板讲一下是不是？葛姐是吧？一定要哦，因为我们等很久。对对，因为我很想做一个就是一模一样，在香港跟这里一模一样的演唱会。对。那但是香港的那些演唱会可能一次可以做15场20场，那所以我们制作会比较大。对。但是如果来这边，就因为我们做1场2场，然后把整个变回一种小型。那我就觉得有些人看的时候他不明白。他会觉得为什么台湾你这样对台湾吗？我懂。但是老板他不会这样想。那所以我们要再研究怎么样会在这边创作另外一个跟香港不一样的，但是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完整的。所以如果来台湾，它可能是一个跟香港完全不一样的表演。好，我们真的很期待。这里还有很多问题，但是呢没有办法一一问完。不过其实我们还有一位神秘嘉宾，他也有问题要问你。他上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你，那我们来看一下神秘嘉宾是谁，他要问你什么。んですよ、いつもテレビで、あ、アンディ日本に来てるんだって悲しい思いをしていますって言って、どうして日本に来て連絡をしてくれないんですかって。はい、アンディだ、どうしてね、どうして去到日本没有跟长盘柜子联络呢。我有一次听说他生小孩啊，是结婚了。没有，没吗？是结婚还是？长盘贵子还没结婚，是吗？还是说你们私底下你联络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些新闻啊，报纸上面乱写，这是乱写乱说。然后我听到了，到那边还敢啊？不好意思，不好敢，这不敢了，不好做这些。对对对，没关系，不用，我还没结婚，还没生小孩，来台湾可以跟我们联络，可以，好不好？然后去日本，下次可以找长盘贵子。我找他哈，因为他在节目上，整个他听到你也来台湾，他整个人就是现场就害羞了起来。访问代表他讲 Andy Lau， 真的，然后等了很久，他才就是说为什么他来日本没有找我这样子。好，我们有空再去找你，长盘小姐。不会哦，谢谢刘德华今天来到娱乐在亚洲。同时在未来呢，我们会常常看到你，包括还有演唱会，然后还有很多电影的作品。希望刘德华可以常常来台北访问哦。好，谢谢你，刘大哥，谢谢。要不要问我今天访问完有什么感觉？就是太高兴了。他有写佩岑呢，他写我的名字。对不起大家，如果今天看完这集觉得我有失态的话，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真的就是他是刘德华。我觉得原来要做一个天王巨星是要有很多的牺牲，然后我可以看见他成功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这集访问的真的是太幸福了，真是太幸福的一天了。然后谢谢刘德华变魔术给我看，因为我觉得变魔术好神奇哦。那我真的想看一下变魔术，可是我从今后就是只会看刘德华变魔术了。谢谢，他以后他把我变回来了，我现在是一个正常人，谢谢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奶爆吗？不好意思，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收工了。睡上一觉。